够过期。这是学校的后面，然后我们订正那边比较方便，人比较少。现在是10:00，所以应该有很多人要上课。不要订正那么远呢，不喜欢订正那么远呢。如果不是这里的话，我张哇，最好的。这里是我的学校。这是学校，不要停车，这里可以。变速哟，看到我的老师的 coffee maker。好，我先说拜拜。等你看，没有人来养小大车，下比较绿色，就是漂亮。然后，这应该是我每天的生活。So your roses are pink and violets are blue. This is cafeteria. 吃饭的地方，我们没有那么多食物，我们有1、2、3、4、5个。好，我先说拜拜。